浙江空军军舰副业产品展览，今天上午9点在台北空军新生社揭幕，由妇联空军分会主任委员陈常小兰女士主持，空军总司令陈一凡上将也在会场参观。这次展出的完全是空军军舰所制作的各种副业产品，在展出的会场正是出售各式各样的男女童装、毛衣、衬衫、长裤和各种手工艺品，全部的收入作为补助空军各地区